是我的三位弟子，才给他讲，也是
咱这个搓搓，也就是麻婆。 四肢滑掉，还有精神。腿根的训练，首先像小孩子一样，先长了板凳，把脚摆在上面，进行首先进行正压腿，正面的右脚一直到能这个能稳住这个脚尖。 再进行前压腿，前面的压腿，再进行反过来后压腿，压腿。这个训练到一定的程度，最后再进行劈叉、帮腿等其他的训练。为了把头。 练好，我们还没上学之前，还进行这个丢头的训练，就是把一个绳子放在横梁上面，下面拴住这个训练者的这个头脚腕，最后拉上去，拉上去。 球的灯，右脚，里头，右直，蹬的头，脚尖，绷紧，弯弯，就是脚底朝天。现在呢，给大家演示我们上学练小筋的这个一些方法。 学三五根，练小筋呢，要靠就实干，要就实手，就是实蹬啊，要平挂。
咱饮食每月三分，连你准，连小金的黄花，预备。首先，十个小纸条按在地下，用按金毛军去抓，然后等步往后跟门，再一条悬案，双线离金，再来，只要既捏了小纸条的筋，又捏了这个小鼻的筋，也捏了这个腰的筋，再来一遍。给大家演示每三分捏抓根的方法。首先，演示捏抓脖红。现在，请他抓脖红。现在来演练抓石锁。开始演练，现在给大家演示另一种捏这个抓根的方法，就是在手中抓磨瓢，这个磨瓢是圆形的，很滑，加之又不至于这个手中，一般功夫磨练的家是抓不起来的。下面由我的两位弟子给大家演示抓水瓢。
现在来给大家演示梅三旋练童子功的这个方法。梅三旋练童子功，首先是用这个小九子捆成把，去击打这个练习者的这个胸。
生很诚实有根的训练，有根非常成就，立法日有啊。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每日三分训练有根的方法。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成功以后可以加根球、加柔板球，最后腹部轻吃。现在你试一下。现在我们来给大家演示每个三分的靠小训练。靠小是每个三分训练这个小臂的转肌肉的这个一种排打训练，同时又是一种小化更化的训练啊。首先是两是这个训练者这种模中他在模具用各种转化久化去击打，最后在练习者两个人一对双方用小化假如无法左动训练这个跟合能力，又训练了这个扩打能力。现在请让我的两位弟子给大家也是他们两位给大家按照一定的套路进行靠小训练。现在四号预备式接着双方以田字步靠小演示开始。双方以肩头步靠小演练。双方双下靠小格挡，
下面今天提一头烤小鸽蛋，现在让他们整体也试一遍。下面这些没有上面的另一种跟花生呢，就是把全人子，就是用拳头用拳和掌打在这个纸上训练拳法和掌法。这个全人子呢是叫纸才能七到八成剑法，六成三到四成后，然后用各种拳法和掌法在上面进行击打训练。现在利用我的例子给大家演示打拳人子。九年人跟你的可以转到军师到模板。现在那我的例子给大家演示。头跟头跟训练的演示，首先是身体倒立靠墙，以头支撑地面。现在请这些人这几位弟子给他讲演练。再以双手放在背后，以头撞击这个墙面训练。
牛可以达到头顶开卷开九运，甚至闯荡十步。当然这个必须要有老师口传面授，还要有如根和这个基根的训练指导才能成功。小朋友切不可直接盲目的去模仿，这必须有专门的老师训练。下面请看我的两位弟子也是头等开卷。下面另一位弟子给大家演练头顶开九运。下面我们为大家演示这个梅三拳的掌根训练，首先训练插手。插手呢是用骨肉伸好肚子里或者沙子甚至腿沙四肢并拢，用劲反复地往下猛插。现在来进行用砍掌、拍掌、击打沙袋的训练。先砍掌，再进行拍掌击打的训练开始。这个训练必须有老师指导持久的训练，并且也有入骨入腹和吸收。九内人格可以装插装模板装砍刀军师。现在给他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今天中了到军师下面进行每个三旋的眼根的训练，练眼根，清早起床，面对灯光，站，初中，眼视太阳，不能眨眼，久而久之，视太阳去月亮一般。极为成功。现在进行头根头发的训练，首先用训练切材的开始，现在进行扫的训练，下面用我的弟子刘志远给大家进行调修脚的跟力演示。Thank you.
Thank you.